现在跟我老妈去把那只鸡抓回来，明天给它宰了。再给它关起来。在外头，我还没拖的了。我已经掉下来了，没去抓那个鸭。过来，俺你们发动了，每年没这个目的，你没办法去这个没这目的鸡的。我没有鸡了。我的狗的干的鸡啊。嗯。你这是俺这是把房取的个，我你取的个啦。对呀，大早上要放嘞。啊，就是搞了。你看我老爸还在搞这个菜，明天去同仁卖。弄叫悄摸摸的弄的，新房没能拖回。你我弄他么回暖了？你我来一次八年年回一个，不是么子？来要爱惜东西，那我要放狠，我们爱讲嘛。今天很乖啊、哦，妹妹，你作业写了没有？写了，我在吃这个。哦。那个少吃点，晚上消化不了。田慧啊，现在写了多少页了？现在写的第八页了。你准备写的多少页？我准备写的30页。今天晚上吗？嗯。你不能乱写了啊。嗯，如果明天你上来的时候，如果我没写到30页的话，那我就不能，而且不能乱画。嗯。我今天晚上留在这里。你要留在这里啊？嗯，爸爸。嗯。你记得啊。嗯。我要说啥来着？想起来再说。姐姐晚上早睡点。嗯。作业好好写，今天我把你书都拿上来了，晚上看看书。妹妹监督她啊。我怎么监督？我也要写。啊，你也写。她如果不写作业，你就打电话给我啊。我怎么打？我没手表。哦，那叫你奶奶打也可以，好不好？哎，你不写了？这个。吴广高铁设计速度是350米，不是350高分，收1000米，千米，嗯，字写好，嗯，羊喜羊羊背回来了，重20千克，对，好了，我现在回去了。路上的路也不好走，哎呀，想着骑那个路都有点怕。我老妈在炒这个芝麻，明天给她捣碎，和那个红糖捣碎，和那个年糕一起吃。汪汪凉了尿。人家跟我打你了，真凉的汪汪，你心里怎么回事？那个年光头的，我们的心里是痛苦。国民大道这个煤渣，有吗？我没算。煤渣。我煤渣的啊，点拨一下，心中个空虚啊。这煤渣，你不是怪吗？没有是怪的。我吆喝吆喝嘛，就怪了。说真的哦，这个突然一下这个狗没了，感觉好像很失落啊。嗯，我也是。真的好像是，感觉真的是少了一些东西一样，它就像一个亲人一样。哎，今天我老妈都一天不太那个，我老是逗她，我说汪汪来了，就是我们那头狗来了，她就给我骂一顿。
嗯，你还拜拜？拜拜。嗯。拜好，你把作业做完，赶紧去做作业。拜拜，再见。不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。好，你赶紧去写作业。再见。